我们是来自知峰学院国际教育学院的留学生。亚言传承文明，经典浸润人生。诵读中华经典，弘扬中国精神。明月几时有，这个作品的存在传说真来自一带一路国家。我们希望借此作品可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，彰显中华诗词之美。在今年这个特殊的年份，愿全世界人民平安顺遂，即使相隔千里，也能共享这美好的月光。第二届全国经典诵读大赛，我们来了，师范学院加油！